好聊，哎呦！没有，没有加，没有。我跟你讲。是丽婷，那么你现在看的这个频道呢，主要是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旅游还有美食的小资讯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，欢迎给我们订阅还有点赞哦。说今天是11月21号，也就是我的生日。本来在今天，在19号的时候，我已经要订飞机票回去我的家乡去庆生，不过因为这个马来西亚的疫情是越来越严重，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回到我的家乡。不过我在想说，生日的时候可不可以吃自己喜欢吃的火锅呢？那在同样在吉隆坡还有雪兰莪工作的朋友，因为他们不能随便跨线嘛，所以变成我一个人吃火锅。可是不用紧，就 try 看哦，反正我也没有试过一个人吃火锅，再看这个情况是怎样的。那其实我是要吃的是那个海底捞，不过我有听说过如果你在那边庆生的话会很尴尬，所以刚才我在 booking 的时候，就通过 WhatsApp booking 的时候，我已经跟他讲说我只是普通的用餐，我不要庆祝，然后今天也不是我的生日了，就这样跟他们讲啊，就希望不要有看到什么不应该看的东西。那我们马上开始吧。还是看到不该看的东西。要拍照吗？你送一个袖套的。哦，这是送你的生日礼物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好，谢谢。哦，这里还有卖一个火锅套餐。拌粉，通常肉我都会点拌粉，这样子会比较节省。芥菜，我要吃大白，诶，我要吃那个白菜，有白菜吗？嗯，我要吃大白菜拌粉，然后我要这个金馒头，这个金馒头很好吃。你看我这样点，就一个人吃就比较便宜。然后现在我看网上他们讲说，可以，就叫他们帮我调一个味道，用酱料来调，确认过底。好聊，哎呦，相信。好聊，好聊，可以。等下不过可以再教了。好的。这个酱料放一点番茄烧就可以。哦，谢谢你。你好，你的菜品到咯。这是你的菜还没有到。OK， 我帮你问一下啊，不好意思。你好，你的锅底到咯。三鲜汤酱放可以吗？你要一点菜品到咯。我有看到 internet 有讲说你们可以调另外一个汤底。啊，可以啊，帮你调一个好吗？酸辣 OK 吗 ？OK， 帮你调。OK 了。OK， 可以，好的。Okay.是我最爱吃的金曼子。等下不够味道可以加浓，然后给我知道就可以。你是放什么进去？蒜米、香葱、香菜，然后还有这个泰国辣椒。这就是可以叫他们调出来的酱料，就是说，你 order 8块钱，这样可以叫这个服务员帮你们调一个酱料出来，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，虽然你是叫一个汤底，这样子就可以有两
种不一样的汤底。现在我要打电话给 sponsor 我是这个火锅的人。我跟你讲，我加了这个三鲜的汤，我帮你看了三鲜。我怕我吃不完，这个是鱼肉，鱼肉，然后猪肉，还有金馒头。我喜欢吃这个金馒头，然后还有这个，这个是他们调，然后这个是三鲜，我要吃了啦。可怜我，你看，有。哎，在那里啊！你看得到我？所以我摄影机藏在这里。拜拜。拜拜。跑超快，第二步给走，我这个桌子十八号桌，十八号，我还以为你要讲身份。没有，我没有讲身份。再听一次。没有，我没有讲。我是十一月十四日，我有一点尴尬。OK， 我这样不要唱歌。好。有没有唱歌？我不要唱歌可以吗？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没问题，可以。你好，这里送一个袖套。就是送你的生日礼物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好，谢谢。可以。就已经吃饱了那个海底捞的生日餐。刚才其实有一点点好笑的，就是我直接问他讲说，哦，我可以不要这个生日唱歌嘛，然后他就是讲，他就虽然没有拍到，可是他很好笑啊，就是赶快冲上去关掉那个收音机。所以我觉得啊，真的是太可爱了。所以根据我刚才点的，就是我点了猪肉，然后鱼肉，还有菜，然后就是三鲜汤，还有我最爱吃的那个面包的那个馒头。那大家可以猜一猜哦，这一顿生日餐到底是多少钱呢？可以在影片底方留言，那回答最靠近我的那个真正的价格的朋友，我就会免费送你一个小礼物，我寄到你的家去给你，没有问题 ，free OK？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哦，祝我生日快乐，青春美丽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
日本。